最重要，我们今年啊，因为疫情的舒缓，可以开放家长陪考。但如果是家长有阳性确诊者，我们建议不要到市场。那我们也希望考生都能够得到最安宁的这个考试的环境，所以啊，各学校都会派出考生服务队来服务同学，所以家长可以来关心，但也不一定要全程的参与，让考生都能够放开心胸，勇敢的去做应答。那希望今年考生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照顾，考试成绩都能够大进步，谢谢。加油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副组长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李云林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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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加油，朱红玉，谢凯旭。